就是时空幻境吗？这是哪儿？这衣服。这是未来还是过去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对于你来说，这是未来。可是他们刺绣好美，他们的装扮好像也是老样子。传承不会因时间而改变，百年、千年，传承会带给我们力量。拿到传承的信物吧，它就在这里。死一头哦，咱白死一头。慢着点，慢着点，他前面还没下来呢。别动！啊，我只是觉得好看。后台的东西不能乱动，这是规矩。哎，起来！哎，姑娘。后台这衣箱可不能随便乱做，这也是规矩。油工细缝马上完了啊，下一个按照天工，哥几个都准备好啊，都马前点啊。师哥，好了，沉降活动活动啊，把服装给垫成点啊。小侯赶紧办戏了，哎，马上马上啊，都开了啊，开了啊，这都跑了点，哥几个都抓紧时间办上啊，今儿个大证群仙贺中秋啊，准备开锣了啊！